今天来到基隆护国城隍庙，为我们谢国梁市长发出正义之声，我个人非常的光荣。基隆护国城隍庙，护国护国，保护谢国梁的国梁，对不对？对。人间有包青天，阴间有城隍庙。亲爱的基隆市36万的市民朋友，我们西元1818年，今天206年以前，在基隆就设立了护国城隍庙。从汉朝开始，城隍爷就在各个民间城市设立，到了明朝，每一个城市都要设城隍庙。很多人不知道城隍庙设立的目的何在，他就是要考核这个地方的父母官，这个地方的市长有没有认真的为市民朋友来努力奋斗，这个市长是个贪官还是清官，是个好官还是坏官，城隍爷都要一一打报告上去，这是民间的传说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从谢国梁市长就任1年10个月以来，他的表现、他的认真、他的付出，我们都有信心，谢国梁是一个最棒的基隆市长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民主社会有议会来监督市长，但是古时候到现在千年以来，监督这个市长的是城隍爷。今天国梁跟韩国瑜、林佩祥委员、高金委员站在这里，站在谢国梁市长旁边，我们心里面光明磊落，因为我们站在一个优秀、认真、清廉的市长旁边。亲爱的36万市民朋友，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罢免谢国梁市长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。他贪污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腐败了吗？没有。他懒惰了吗？没有。他去选总统了吗？没有。如果他去选总统，你还可以罢免。他也没选总统啊。亲爱的基隆市36万市民朋友，大家要仔细思考，台湾民主政治到底要追求什么？我们希望优秀的市民选出优秀的议员。优秀的议员能监督选出来优秀市长，优秀的市长能够带动这个市今天跟未来的发展。所以我说，有几流的人民就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，有几流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几流的政府，有几流的政府就会有几流的国家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我们最终、最归、最后，还是要回归到市民手上这张神圣的选票。国梁市长过去这1年10个月，小爱爸爸在家里一心一意照顾自己可爱的女儿，大爱基隆，离开家就全心投入基隆的建设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让我们基隆市一个优秀的市长代表我们大基隆站在台湾政坛，对外我们有面子，我们市长清廉认真不贪污，对内全心投入付出建设，让我们基隆市民觉得很骄傲跟光荣。所以明天早上这个票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亲爱的勇敢的基隆市民朋友，有智慧的基隆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勇气，擦亮你的眼睛，明天这票投下去，我们护国城隍庙，护国护国，我们基隆市民朋友全部来一起保护谢国梁市长，好不好？好。用你神圣的这张票，36万基隆市民必须向全台湾证明，我们是最棒的选民，我们坚持优秀的谢国梁市长可以继续为基隆服务。拜托大家，谢谢。